这写了周二休店，而这个面包店怎么会在一个酒店里面呢？也许是在告诉我们爱吃面包吗？走吧，吃啥呀？沙拉。这是我们打卡的第二家面包店，因为面包。然后面包店旁边一排的青石，吃啥呀？沙拉。长得像什么？像那种老师的男同学，然后物理成绩又很好的那种。嗯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看起来就像那种物理学习物理很好的人啊。走吧。